漫长的联赛已进入夏季赛程，其艰苦程度更犹如负重登山，坚持是唯一的选项。经过短暂的休整，征战的号角再次吹响。四连客第二场，面对沧州雄狮，我们由南向北奔赴山海，静待花开。It's very hot.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唐山的这个申花球迷。2004年我们就在上海工作，那时候就在上海的这个虹口体育场和万体馆为申花加油。然后今天我又来到了沧州，希望申花能够大比分获胜。沧州的话，天气还是很热的，对，这个感觉还是要比上海热一点。然后希望今天晚上的申花能顺利的取得三分。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申花球迷，然后我今年13岁，然后我弟今年10岁。我去年暑假的时候看过一次申花主场，然后足协杯决赛时候也去了现场。我预测马来来进。我刚发的跟朱晨杰搭档的话，他能帮我补身后嘛？然后跟蒋春龙的话，就是我可以帮他补嘛，他可以再低一点，就是能打死对方，就是两个中锋互相协调，然后互相呼应，我觉得其实问题是不大。Come on, guys.
三号金水。我觉得球队表现得非常好吧，然后不管是有队员伤缺或者怎么样，其他队员会顶上来吧，然后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积分榜上不断的给榜首球队压力吧，然后一直到我们直接对话的那一场。我是浙江嘉兴的球迷，我不是上海的，但是今年除了第一场梅州没有去，其他的比赛我全勤了，希望能一直陪申花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赢下去，拿到今天的冠军，谢谢。我是申花老球迷，今年我还买个礼票，阿拉一家三口看了一整年的球，搿恰身体嘛还可以，所以跟了你走到过来的，今朝看了真的酣畅淋漓啊，申花加油！看好你，支持你，永远申花。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，让我们对领头羊始终保持步步紧逼。向上攀登的道路从来不易，登高望远，自有天意。下一站武汉，且看黄鹤楼前烟波浩渺，百舸争流。